我想找一位严俊严大夫看看你。严主任，有人找您。您就是严俊严大夫啊？您是？我是幸福的婆婆。伯母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心脏不舒服。心脏部分？我不是专家，我可以请同事帮您看。不用了，找您看就行了。我心脏不好，我好像得了心脏癌。心脏癌？今天晚间十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像花儿一样，全台首播。